宣读报告事项第四十八案。第四十八案，委用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凝聚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请审议案，程序委员会意见，内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。报告事项第四十八案，本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，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开始进行表决。报告事项第四十八案，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，现在进行表决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？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进行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反对。赞成。赞成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一百零五人，赞成三十三人，反对七十二人，弃权零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四十八案提议改交内政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，现在进行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进行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照国民党党团意见通提议通过了，对吧？我们是改家会嘛？对对对对。更好。这个不全部表决吗？我敢问一下啊，这个。谢谢。对，我们改家会嘛，家内政很好。Yes， 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民进党，谢谢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一百零三人，赞成九十九人，反对四人，弃权零人，赞成者多数。本案照国民党党团提案通过。啊，这个不用重复表决了啊、哦。请宣读报告事项第四十九案。第四十九案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《空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八条及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，程序委员会意见，另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。